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婚礼新闻。在来七坎木梳嘉年华已经举办将近二十年时间，今年以团形创新为主题，二十六号将伫西雷大桥广场盛大登场。活动不但邀请老师傅、甲小朋友带来精彩的木梳表演，更推出古早年木时爱啉的瓜茶等等，予大家品尝。活动结合在地农产、运动、艺文等多款项目，欢迎全台民众共同来参与，感受西雷特有的七坎木梳文化。西里七坎共一家，请啊！这 Q 版的嘿。幼儿园的小朋友和西里七坎部署的师傅，高水高精神的请军，也展现出今年西里七坎部署嘉年华以传承和创新为主题的理念，部署的文化和风采。在二十六号将在西雷大桥边盛大登场。那今年的主题是传承跟创新。传承的部分，我们希望就是能够透过我们县里面国中小的武术的研习向下扎根。那创新的部分，今年我们基金会这边也跟地方的产业做结合，有一些文创的产品，希望吸引我们小朋友的一个注意。将近二十年的时间，西雷七坎部署文教基金会邀请老师傅做会来举办部署嘉年华。陆小姨进行下金石堂武雅馆为主题以后，为着增加传承武术文化的机会，也结合基本的方式，让小朋友自细汉就来接受。武术其实也是讲，今嘛要传啊，是一个真困难，而且岌岌可危啦吼。虽然师傅拢有伫家里，但是因为后续要接的人啊无济，所以我们在中学、小学教育处这边有帮我们共同推动这个武术种子教师。在各校的这个延续，那我们希望今年透过这个活动，把它再往下，更往深化扎根。活动当天不但有安排精彩的武术表演，更推出充满古早味的七家茶，让大家来品尝。多元结合在地农产、运动、艺文，让大家充分来体验其中的文化。擦过擦到迄个米会瘪出来，吼、哦，咱在泡，哦。啊，叫会出迄个味，迄个香味会走出来呢。希望这个活动吼能够继续的推广，发扬光大。是有这个有奖征答，我们来把这个神仙故事馆的贵宾券来赠送给现场来宾。在月二十六号，欢迎全台民众来共同参与，感受西雷一年一度特有的七坎部署文化。记者彭淑琪采访报道。